站住！哪里走？你要干什么？留下那银子。哼，银子，那是你阿舅给的，与你有何相干？啊，不是看在你阿舅的面子上，我一刀剁翻了你！你平白无故绑我、吊我，还骗我阿舅银子。今天留下银子，我便放了你；要不就取你半条腿来。看你这副模样，这不是个省油的灯。阿舅怎么有你这么个外甥？留下银子！给你银子，凭什么？就凭这把刀！出这般小气事来，我不想让他白拿那银子。那银子是我的，我爱给。哼，你也真能做得出来，堂堂江湖好汉，为那十两银子大动干戈，你就不怕人笑话啊？啊，银子是阿舅的，那关我屁事。好了，走吧，走吧。这庄园里都是我的心腹，并无外人，有话但说无妨。大哥，小弟打听到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了10万贯钱的金银珠宝，要赶在6月15之前送往东京，给他岳丈蔡太师做生辰寿礼。去年也曾送过，走到河北，半路被劫，我们为何劫不得？所以小弟来和你商议。兄弟，你说的就是这套富贵啊？10万贯呢，难道还不是富贵？取这套富贵是不是太冒险了？你我二人当然冒险，我们多邀几个弟兄同去，那便如同囊中取物一样。大哥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。万一有个闪失，那也是掉脑袋杀头的事。如果是个州官县官倒也罢了，可他是当朝太师的首领，这不是要在老虎嘴里拔牙，太岁头上动土吗？听你这口气，是不想要这套富贵了？不是不想要，难要啊。哎，朝大哥呀，朝大哥，你怎么不像你了？我怎么不像我？你晁盖晁天王在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，敢说敢做，敢做也敢当，可我没想到离到正经事上就成了懦夫穷汉了。早知这样我就不来了。你怎么连话也听不清啊？我晁盖不是懦弱怕事之人，抢贪官的钱财也不算不义，我是说取这套富贵。你只说这套富贵你要不要？你等我把话说完嘛。我只问你要还是不要。如果把命搭进去，取这套富贵又有何用呢？这等事得从长计议。好了，
我知道了，大哥，你在吧，我走了。刘唐，话没说完，你去哪里？话不投机，半句多。你好好的做你的保证吧，我走了。刘唐，刘唐。这个刘唐啊，诵读，读什么呀？《论语》的《尧曰》第20篇。我们早就背得滚瓜烂熟的了。好好好，回学堂自己再读读背背，一同背啊。《尧曰》：资耳顺，天之利数在耳恭。好的。吴学究，哎，吴学究，我娘和我媳妇儿怄气。让我说个公道，可我想了一夜也想不出个办法来，难死我了。不难不难啊，在娘跟前吧顺着娘说，在媳妇儿跟前顺着媳妇儿说嘛。嗯，要是我娘跟我媳妇儿都在，那怎么说呀？你呀就低着头一句话也别说。嗯。哦，对，吴学究，谢谢你啊。曹大哥，曹大哥，曹大哥。啊，是学究先生啊，快坐坐坐。今日怎么起得这么晚呢？哎，给学究倒茶。哎，来了。昨天晚上啊，睡得晚了一些。你不来，我还不起。看你愁眉不展，莫非有些什么理不清的事儿？哎，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北斗七星直直的落在我的房梁上。斗柄一颗小星化作一道白光走了。哦，不知道是吉是凶啊。嗯，昨日就来了赤发鬼刘唐，说是有一套富贵拉我做，没说两句顶牛了，不容我把话说完便带气走了，弄得我好不安神呢。哎，学究啊，你不来说不准我会找你去，让你呀给拿拿主意。唉，我也带着烦闷给学生放了假，找你来解解闷儿。吴学究，好的好的好的，备点酒菜，我与学究吃上几杯。不必烦劳不必烦劳。曹大哥，我倒有个好去处，不知道你肯不肯去呀？哪里？石碣村，找阮氏兄弟，让他们打几条大鱼下酒吧。哎，好主意！我呀，有半年不见他们了，正好一块聚一聚。啊，二郎，二郎啊，回来看看谁来了。哎，二郎，早知道程大哥要来，二郎已等候多时了。啊，我和教授一时高兴，才说起来你这儿走走。事先不曾告知，也无人知晓，二郎怎么能说等候多时呢？长时间不见，心里想着大哥和教授。你们要是不来啊，我到庄上去找了。快请。曹大哥呀，啊，这隔湖有几处酒店，何不荡船过去和五郎七郎一同吃酒呢？哦，
如此甚好。嗯，那就上船吧，走吧。走。二郎，朝大哥想要好鱼下酒，有没有十多斤的大鱼啊？别说十多斤的大鱼了，能有三四斤的就不错了。这么大的去处，十多斤的鱼都打不上。要大鱼，梁山坡里有，这石阶湖啊，存不住大鱼。哎，这儿不是和梁山水泊一脉之水吗？不会到他那儿去打吧？大哥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还是明知故问呢？这梁山坡原是我们兄弟的衣食父母，可现在被王伦他们一伙强占做了地盘。听说最近又来了一个叫林冲的，原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，好生了得呀！谁还敢去打鱼呀？真是一日不如一日了。这么说，是兄弟们手头紧了？可不是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可现在呢，靠着水却吃不上，怎么能不紧呢？这么长时间了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哎，大哥，找你接近，哎，穷坑填不满呐。再说我一个堂堂男子汉，一身的本领，怎么好管大哥伸手要钱呢？哎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既然是兄弟，就应该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呢。你这么说，不是把你大哥我当成外人了吗？哦，七郎，你看谁来了？乔大哥，教授，大哥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刚到。七郎，乔大哥和教授邀咱们兄弟到岛上去喝酒，看见小五了吗？赌钱去了。又去赌了？可不是嘛，天天赌啊。哎，小七啊，能不能弄条十几斤的大鱼给朝大哥和教授他们下酒啊？去梁山坡吧。啊，又到梁山坡了吧？人家梁山坡是一伙兄弟，咱们也是兄弟。人家怎么过的，可咱们是怎么过的？论本事啊，咱绝不在他们之下。如果有人打头啊，哼，咱们比他们过得还红火呢。五郎。